现在这场比赛呢是茶队对阵 LGD 的比赛，然后开得特别快，很快就开始了，是一场中国德比，应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吧，但是作为 LGD 的粉丝只能对茶队说一声不好意思了啊，没办法，这场呢我还是会支持 LGD 的。霸王牛逼！银次选出来，大哥确实都搬完了。蛮有延迟。好像是小宝的耳机出了点问题啊。嗯，现在在调试。现在现场开始了。拼音聊天，热聊模式，大家都在聊天。我们再检查，最后检查一下有没有延时，确认一下每个选手都没有延时。老关爹这边，萧瑟这边可能还是有点问题，他的可能还是有延时。牛逼！LGD 哎呀，红包得走哦，可以。哎，可以，小黑被谁偷？还打，还打。好。小黑杀小黑。耶！再来一个。可以的，坐住。再来一个。那个有个 T， 来个 T， OK， 来个。LGD 茶队这波要交代了，感觉好撤了，拉回来了，好。好，坐立的，然后可以，这个车没撞到人。莫言一个人冲上去切后盘。可以，这个车基本上没。里面教了很多技能。可以。可以 ，Ori 的 KB 教。文官也没车。苗小黑，小黑死了，还有一个，还有，偏视。咋能打？漂亮！秒标啤酒！哇！走四！完了，火猫没避开地。Okay.
那现在火女加小飞输出太高了，如果不把哎放大，哎呀，主要是毒狗的关呀，好好克他，哎呀，火龙在秒。我跟你加油！大家加油！加油！加油！下把干回来！下把干回来！加油！收割加油！加油！下把干回来！老干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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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LGG 这把是想跟茶队打一个后期，选出了大和 TB， Coco 来了啊！已经采访你好几次了，就是是不是看到我们都已经反完了？然后包括你们整体的状态怎么样？是否还有能量呢？现在感觉挺好的，因为每次好像大家都要一起打最后一把，就是如果再输的话就淘汰了，可能会打得更好。We're feeling pretty good because we're kind of used to playing elimination games now at this point, and just having our entire team on the line just makes us play better. Ah, well, that's good to hear. They were very surprised by your draft last time. Now you have a kind of surprising draft, they do at least, with a gyrocopter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Were you taken by surprise personally, or were you ready to roll on this one? 上一把你们选了一个比较出乎意料的一个阵容吗？然后这把的话呢，也算是选了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直升机，然后就想问一下你对这个 DP 有什么看法？就是这个直升机对你来说算是比较意外的吗？我觉得是意料之中，因为现在那个直升飞机用来打迷团都已经比较好用了，其实已经想到那么危险。It was expected because gyrocopter is considered sort of like a soft counter to ending one now. So we cannot expect that to become the big in this case. Alright, well it sounds like our game has started, so let's go ahead and throw down the more cancers, my friend. L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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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顶了够久了，但是还行还行，好可惜啊。都没看到你碰到。
是很遗憾啊 ，LGD 呢，在刚刚的比赛当中呢，输给了同样中国队的茶队。那我最喜欢的战队，看到他们失利还是心里面挺难过的吧，但是。感谢他们一年以来的坚持吧，然后奉献了那么多精彩的团战，奉献了那么多精彩的比赛。作为粉丝来到这儿支持他们，我觉得我也是心满意足的。然后我希望他们以后所有队员也能走得更好。